今天早上哦，今天早上有打招呼吗？有时候会看肉。 有时候会看肉，有时候会看肉，因为有时候特别。阿伯啊，阿伯，我要吃啥无法会？鲑鱼，我没买好多，我开车啦，真正啦，好不好？哦，简单点点啊，哈。我这边。七个钱啊，阿伯。有啊，八个。来，我。你七个钱，你来，阿你吃个五箱。哈哈哈。哦，收七个，收七个，都没七个呗。收七个啦，讲真啊，开玩笑啦，哈。 来，你看要几分成本啊？不在你买啦，咱要全部，全部你话你来卖鸡鱼啊！来，卖买一千，卖开高八百八，千鸡一定到要两百块，一路来愈贵，不过愈来愈俗。后尾只500块嘞，500块嘞。目前只三地，你客气的，叫要四地。你若搁金价，紧来搁加一地，五地哦，你来500块嘞，收钱来紧。对啦，钱你也头前着爱收，唔通放伊过。来500，拢歪啊！ 啊，你拢无要吃鲑鱼哦？这里有五片鲑鱼的，标本大一片，这么厚呢？不知道怎么下标。我前面，我这样就不用。电话处理上，人过来买买啊，你改。这样才会快啊！我把了，要片给你了，500块了。我去下个区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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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五块来，只得讲来五百块鱼，啊，袂买个手鲑鱼五百块，我讲买啦，啊，袂恁村的人特别食啥话，恁来搞讲啊，无安尼我吼，就要破你啊呢，食我的肉，我唔是唐三餐呢。啊，我唔是订餐的，好啦，拢好哩啦。后面，继续讲话好，拢好哩嘛。来，酸菜包了，包500块来，500块，中央包的哈，中央包的哈，酸菜包了要偌济？我看，但都袂少得了。来，这两千块的，拼盘给他。有看到两千块拼盘无？我想要尝富一下无？来，有要吃酸菜包了无啦？重量包两包，总共免500，四啊五十，来300了，300块来。四个而已，赶快啊！两个，快点，最后一个酸菜白肉锅来，300块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酸菜白肉锅来，300块，真的好吃哦，真的好吃耶。好嘞，一年哩，300都最好吃的，人家也无啊。快点啊，一赞，一百人坐，你免搁另外200。你乌骨鸡来500块都，一只400，今天啊，这大只，这面细只啦，好啊。就偷一个人过来，500块，我估计这大只的哈，无安那，我估计拢无安那。我看免500，一人一只让你们试吃，我估计本来就较贵啊，免500，免四啊五，一只免400来，300咯，300块来，这两只一只，剩只两无啊，我估计300块，三百。我一个金钱哦，这300已经无底买，乌骨鸡真够贵的，是乌骨鸡贵，是所有鸡拢足贵。这两三十，我咱剩七只尔，乌骨鸡拢无啦，然后确定。阿多，我看你买两只，买300。250来，大只乌骨鸡哦。大只的乌骨鸡哦，不是小只的乌骨鸡哦。七只尔，哪个可入啊？乌骨鸡真正下台，咱办到咱食着的。来，你阿我拢准备了未？乌骨鸡大只的乌骨鸡都有了吗？那个你要金钱啊？哦，是啊，你换成钱啦。谢谢。来。安排好了。
到这么一下。嗯，等我一下。来，蛤蟆回来，来个包来。来，大家买什么蛤蟆？人也跳。蛤蟆。妈，现在这钱拢无人买点。这个人买无？蛤蟆。还有小香肠，我不是没完哦。来，谁要吃小香肠的三个客人来，一个人15条，200，来一百块。脆皮小香肠。哦，后面小姐要的，没有，她要买小香肠。阿妈，两个一起吃阿公的。没有阿公。来，还要吃那个红龙炸鸡腿，红炸鸡腿来一包整一，三红三包，300块，超好吃的红龙炸鸡腿，三包，不要跟你们讲哦。这不会辣，你放心，它是蒜味的，超好吃的。来，红龙炸鸡腿，一箱冰，保鲜。盖锅贝啦，对啊，盖锅贝。七包的，来，这人买一包三，买三包，买饼吼，今麦吼买贵啊，大家拢甲饼饼，一包你也够了。都要五了，你骂脏话上，还没收工就骂脏话，安尼破工的，红龙炸鸡腿。红龙的，这麦当的用一包一盒，三包的一百了。我说这是一般的鸡腿，这真正是大品牌，够好吃。一盒红，这人买一包，再来200了，200块来，红炸鸡腿。好嘞，一包给你200块嘞。红炸鸡腿、红龙的嘞，全部都上了啦，10包了哈。来200块了，今天人变表了，你看吗？快好了啊、我真正高兴啦，买三包，我叫人买一包啦，好啦，我今日买一包清汽车啦，分三包尔嘛吼，安尼要吃较好讲啊，来，啊要吃这来，没关系，五烧钓鱼布啊，袂较紧嘞，我真正要钓完，这样买就来三包，变啦，这一包半公斤啊，一包百五，2包300，1公斤300，这色个啊，甲我普烧蛮同款。烤鱼拢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伊这是一块哦，这一包有20-30个，血盆真正赞，这个外号叫白饭杀手，加热腰皮盆就都好吃啦，唔免300，这2包一块等于食看嘛，1公斤哦，你阿婆来200块我来，你收啊，来就烤姐妹来，土烧钓鱼部落来，200块呢，来先叫姐妹来，钓鱼部落200，我们收啊，恁都无人要出手啊，哇，恁都冷静啊，恁。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戆事好啊！200块为着无想要搬队啊，我昨晚让你搬啥位啊？要什么？我先猪肉好的没问题，来呢，1500块公斤盘，这色个啊，因为你加了标白粉真正赞的，来200块，200块一个要秒上啊上好方便的，阿哥。再送一桶，来200块，2公斤给你吃了，200块的钓鱼部落，金价好价，这种起立没完的。来200块两，这个还要考虑哦，还要经过大脑考虑哦。出几个鸟？给几个人的哦？出几个鸟？不啊？七包哦，你那公斤那条贵的。哎，来上那边看点，给几个人看点？来小姐哦。我2公斤卖200，我唔知恁咧等哪位，一个比一个较慢呐。来，刷你500块来，剩无介些吗？剩一箱尔。好，恁看是，一只拢无啊？拄啊买500会使，够啊吼？我卖发500几支啊，听较紧好无？来，大个盘号啊，三个、四个号啊，好个。呀。是，就听他几点播的嘛。你收啊，我去哪里领头头发？我今仔穿衫穿短，内底穿一领尔，今仔我会寒死我。来，招头一个人加要食雪梨的，五盘尔，来1500我来。来啊！把地瓜先上，不过可能是。
贵啊。来，面前。好看啊，来换八百的，六块的土汤，有水无？虽然讲做大块，但是一块买两百块块的啦。来，招头一个金钱，好看了，来一千块。一千块已经拢超过啊。一千多，叫头一个买啦。一千块，有人要吃这盘无？好无？一千，五、二、三、二、一，来收台，啊，卖好啊，搁平搁平，土汤搁好啊。我爱吃的。来虾，等一下有人点。来虾呀！一般先买，我就买来虾去。大哥，你买啥？你有买用一般吧？你买虾仁。好。哎，土特不是上的贵嘛？不，空手这个无路用啊！来啦，一千块啦，就掏钱买啦。一千块啦，是要来冰岛的，我先比有够歹啊！恁搁要安尼对待我，一个尔，呜，我不出国边的，我爸无啊，贵上济啊，来收钱啊，比金咩？你不要讲话，你住伫遐冰岛得啦，你较专心做生意的倒。一样，咱那坐尔，哦，买声吼，来当行，当甲拼拼完，五盘尔，一千，来一千块，啊，搁怪了呀，啊，请你只旁边嘛，真个啦，来，三个，五盘尔，最好两枚，别出来坐尔，外口尔，好，撑过。一千块啦，来啦！最好两个人去啦，你阿婆，你阿婆，你无得买啊啦！阿伯啊，你袂惊啊？袂怕袂惊啊？搁伫啊？最好一个人。哦，对啊，你十万地啦，十二个月拖拖啦，哇，赚着啊！最后一位喽，赶快，来来包来。好安呐，好安呢，我这个五百平方的当成屋哩。安全来这边拿燕饺给我。来，还有什么没？一楼店员。请这边。请这边。大哥。燕饺，刚有人买燕饺的人举手一下。大哥。来个布米饼。来好。好啦，各位各位，来啊，进来去，拼盘来。来这五百块拼盘，准备。来，来，钱包真好啊。这个。老爸，来。来五百平，大哥两份哦。我想用这啦，你看，大概，你这都袂累啊，加两个点就，来大哥来，阿伯鱼片板了，来，很好，迄一千五块虾啊，先不要订哈，来一包一千十二只啦，可能有夹条的款，有啦，我去，然后呢，伊啊炒四只啦，阿只爱炒伊。可能少一条两条啦，吼，没关系啦，吼，来，阿要食虾啊，免五百啊，吼，今仔足济人搞买虾啊，拢买五百，买三分，买四分的足济啊，海白有天无，一人一分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今年最后一道我虾啊，今年可能就无虾啊，通互你食啊，吼，来，虾子要吃的来两百块，海白虾两百，几个人？一人两个尔吼，有人要食虾无？来。两百块，哎、欸，我唔是真了，表哥有诶，但是全部坐啊，你赶紧买，来买两份。来六个。来两百块，够人要食虾无？你叫人来，叫囡仔来。七个。来买一份，倒先食看卖啦，好食，拜六礼拜拢伫遮。哦，来两百拢完，这里四个，这里四个，哦啊，够不够？来买食鱼片块，来一千块来。呜，一千多，一千块，还要鱼啊拢开了没有？对啊，鱼啊。
好啊，中正啊，看来我爱菜啊，我菜车从哪去钓？我从哦，三公我，你会当开车来？开车啊，看来我爱菜，我菜小熟的，来呐。你在台湾会见？我在台湾拢无会见啊。要三叔讲还有没有证？要三叔讲，搁全看够无？我伊有我听完。你唔敢打工，我就唔敢起你。来，钱拢我。我错是你，我是讲。大户的哦，二社会哦，来1000块，赶快拿钱。要需要这个把其他给那个拢不能搞掉嘛？我今天算了，心痛的多，用来平盘。我头一摆用这個是台湾的平盘，这个在平盘，一斤200-300，公公用这个平盘。来1000块，还有没有要吃这一盘的？大哥一个，好好来继续吧。来1000块，这个五对不对？在干啦，喝一下、喔，来1000个，还有没有人要吃这一盘的？动作动，都干杯哦，喝了干杯，那个变出头哈。来1000，啊，村里人今日单三回，我啊想少买了，好来，我啊搁一杯，这大杯能消。来1000个，1000块来，好、喔，我搁想少了，啊，无搁一杯，我收啊，再冲啊。来1000块，搁有人要吃这盘无？一担钱哦，1000，好啦，安怎啦？咱八重头鸡哦，好啦，我随叫伊起来坐台，咱换一个，来1000。一个。中啊，中啊，卖五个人家尔，动作快，来1000块。这红衫大条，不是细条，看好。加几倍，加个几倍啊！来，全部通来，1000个，1000块。我大哥要吃呢，都有人要吃鱼啊嘛，1000块得。通完，哇，没关系。鱼你有没有受伤？哦，他也没事，你们两个都没事就好了，哦，好不好？我来，1000个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把鱼放在那边，下次我会注意一点，哦。来，1000个，来继续，人家没叮当，我当得，你跟他冰箱里。1000个，1000块，我唔知恁咧等哪位，我是咧拼伊啊，要互恁1000块。上场好啊！来，落我客气，我去，我用伊旁边有恁。1000块。来啦，客气啦。你们鸡腿还有吗？有。无啊，爱做上高光舞。我明明在讲柠檬。你会当反做红龙，你讲起龙，啊1000块，我大买啦，安尼要落啊呢？这两买就500几块呢，红衫两买嘛要400呢，我一盘开1000呢，你讲这我啊唔免钱呀，我啊拢唔免钱哦，来1000，1000块，还有没有这一盘的动作？快，好，谢谢大哥，要2盘哦，来，谢谢大哥。你弄不叫啊？啊，去把包牌。对啊，你今晚是在搞球吗？去半年吗？来，干杯，从草顿前期来，上一架。你太敏感了。这边没价，一架没啥货啦。现在鸡全部涨价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不涨，反降给你们，一人一只鸡，不用350，不用300。这只汤头大家耳朵有叫了，真正足侪人耳朵，而且它是全鸡，你也可以拜拜。三倍重台还个两台，大哥上次有买到吗？好吃对不对？尤其那个汤头，哎、欸，家己做、家己点、家己煮，煮袂这个口味啊。上礼拜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顶礼拜我卖2只500，对不对？真起价哦。我等这边有林华一样，一起搭配涨价格，一人一只，你要买几只都没关系。好不好？变好了，啊，你卖好条，我是真正要了钱的，一只免三五，免300嘛。